六三全网既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本档机长主播，我叫雪宝。大家喜欢主播的可以勾一下直播通知，电脑用户可以勾一下右下角，手机用户勾一下头像上方的爱心，然后把左上角的五星五星嗨翻天预约一下。口红擦掉了，擦掉了，听到我的麦克有杂音了是吧？麦克有杂音了吗？再让我们跳第一个舞啊！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本档机长主播，我叫雪宝。大家喜欢主播的可以勾一下直播通知，电脑用户勾一下
右下角，手机用户勾一下头像上方爱心。刚才那首歌叫一分一秒再问自杀啊，不能告诉啦，明天你们都来953丰富你们的酷狗吗？接下来我们跳第二个舞，来喜欢麦序上的主播雪宝还有杨妮记得勾直播通知。宝宝们你们能听到杂音吗？我的是我的耳机坏了吗？太恶心了啊，太恶心了。刚才是谁说我胖来着？难道你喜欢带骨头的吗？只有狗喜欢骨头，讨厌。谢谢看看不给钱。跳舞的时候有声吗？我刚才跳舞的时候有声吗？后半段没。啊！Hello， 欢迎
大家就是三圈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本档接档主播，我叫雪宝。大家喜欢主播的，然后有喜欢看钢管舞还有雕环舞的，可以勾一下直播通知。手机用户勾一下，我这电脑这几天没关，然后没直播没碰的，不知道怎么了。感谢韩月，跟我妹一个名。然后还有麦序上的姚安妮跟小五，大家都可以点一下关注。有说嫌我胖的，他们俩可瘦了，我跟你说，胸大屁股翘的。怎么不扎头发了？我不都说了吗？我不扎头发的时候就是我洗头发了。你看他有沟，都有都有都有。我这是假的，我这是塞袜子了。给你们找第三个曲儿，跳第三个舞吧。这个怎么能有杂音呢，爸爸们呢，真是的。没看见我看什么？难道你不是因为我的才艺喜欢我，你是因为我的胸？好吧。情太似悬崖，绝力没有开心可保证。